退步踩，踩下去，它通常会起来嘛，起来你就从这边往前滚，就是这个，好，所以你这个的动作是在这边是这样子下来，到这里起来的时候呢，起来的时候是，你看，这个力量先出去，这个力量先出去，啊，起来你不可以。 我这边带下来的，他手顶上来嘛，你这样出你没有办法出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什么？你要从这边拱往下钻，啊，你说那个钻过去，然后往前。对对对对，你这个是这样子出去是，这样出去，啊。 每一个招式，我说招式的应用只是劲，只是力量的方向，力量的方向不一定是一种的使用法，啊，你看那个核气道里面有很多啊，也很像是海女真的用法，比方他们有很多来了就是。 这边踩啪这样走，对不对？这个劲也是海女真的劲。啊，如果说他来了，我这边啪甩出去，这也是一个海女真的劲。就说你做一个海女真，你可以在这里做，是不是？你可以在这里做，你拿到以后，你可以在这里做，你可以再拿到，可以在这里做，这就变成一个摔。 可是再卷开，你只能进入往前，没有加做一个往后。没有加劲，没有往前啊。没有，没有变啊。我只是步伐不一样啊，可是这个劲没有变啊。我在这边我做这样子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做这个嘛，是不是？那我跟拿到以后，我做这个是不是一样？我做这个是不是一样？那我这边拿到以后，我翻身。 我做这个是不是一样？是不是一样？一样，一样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不一定，不一定要看情况，啊。